全民封冬奥，民众抢买周边商品，就有一名诚信男子在脸书粉丝专页看到冬奥联名款口罩广告，留言询问后却被卖家以私讯引导至网购平台下单，最终却收到价差至少5倍以上的一般口罩，因而气愤报警。一开始呢，他们会先用一些图文并茂的一些照片，然后呢，在脸书上面呢吸引民众目光。那等到民众呢有兴趣，然后留言呢在下方就询问说订购的一些细节之后呢，这个歹徒呢就会趁势呢用私讯的方式提供给这个民众假卖场的连结，让民众自己去订购，或者是请民众直接去点选那个图片，然后就会连结到这个假卖场。刑事局分析，诈骗集团会在脸书成立临时粉专，投放一页式广告，诱骗民众点击连结或留言询问，再进一步引导至假的购物平台下单，呼吁民众小心上当。奇怪，他下单之后，要回去再找客服询问一些细节的时候，奇怪，怎么他的脸书已经关闭了？那等到这个口罩真的来的时候呢，才发现他根本呢只是一个非常阳春的口罩。那这个跟他冬奥呢所提出来这个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价差呢是非常悬殊的。刑事局统计，今年上半年诈骗被害人就有19619人，较去年同期增加1920人，其中假网拍就有1268件，以未满50岁的被害人为最多。歹徒跟风时事，耍诈花招百出，民众不可不慎。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